今天他们这个外围确实投得太好。嗯，除了布朗这个点以外，再加迪奥古，漂亮。看双方这个开局，其实谁能打好影响很大。好球，好球！刚刚开场热得更快的是林志杰。第四节是属于布朗。嗯。好球！林志杰夹缝当中求生存，非常漂亮，一个闪身，就在对方关门之前闪身进入对方的核心区域。可以说这个赛季获得的戏份比较少。外线林志杰，哦，漂亮这个球，哇，是三加一吧？如果是三加一的话，这个球林志杰真的是敢投啊！果然，是三加一。哈德森这个球在背后。